给带了个好吃的，来来，江州的风干鸡啊！呀，鼻子这么灵啊！回老家了？嗯，我回一趟，专程带给你的，一会儿自己留着吃啊。老王家，哎呀，我真生气啊！我都到家门口了，若琳跟着我，我说这样吧，我请他进家吃个饭呗。 是吧？我家那厨子上海请的，那味道太好了。你知道他说什么？不但不领情，还给我臭买一顿，说我违反纪律，啊，不遵守什么，哎呀，反正各项规定，哎呀，我就真服了他了，这死脑筋。乐，哎，吃个香蕉吧。我不是，我现在一笑这儿都疼。我喂你。我饿。你吃点啊。哎呀，我吃。甜，太好太好。谷口医生说，你随时都可以去看那个孩子。今天真是谢谢你了。我们之间就不用说谢谢了。今天幸亏你把那个小孩救活了，不然我很难下台。为什么？ 陈娟，你记住，无论发生什么事，我会永远在你身边。前面都快到诊所了，我想自己下去走走，你就先停车吧。停车。 谢医生，真的不需要我送你回去了。不用了，谢谢。好，慢走，给我跟在他后面，慢慢开。 明白，他不是什么致贺先生，他是杀人魔王。我是一名医生，是以救人为使命。你是一名军人，可以杀人为使命，但是你让我去杀人，这就好比让你放下枪不去打仗，你能做到？
收队。是。分かりました。よっよっ、来い、坐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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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坐内藤队长哪儿去了吗？换好衣服马上过去。手怎么样了？早就没事了，在医院里待着憋得我难受。说实话，好久没回来，没去工房，让哥几个都受累了。这点小礼物请你收下。太谢谢您了，哥几个，山行队长一番心意，咱们就别客气了，一块儿吧。我们哪能吃啊？不合适，哎，不合适。好好休息。走走了，走了。别抢。行行行行行。为了好吃，好吃，好吃。姐，快尝尝。这宴爷赏的日本点心，稀罕。哎呀。最近上火，牙疼，消遣不了了。我一定准时赴约。再见。报告，进来。宴有胜出院归队，前来报道。怎么这么着急出院呀？啊，这一直领着您的工钱，老在医院待着，心里就不踏实。啊，你的伤还没好，这样，这一段时间的训练你就不要参加了，好好养养伤。去吧。是。Thank you.
아, 나이덕은 도저 수웠대. 가초. 료단초. 수원을. 나이덕은 어쩌고 도저. 나이덕은 시라이가 사이킨 니무치우니 스레나 고도시시마타 아나타토 나카마니 구부레오 하타라이다 나이덕은 유리시 아게데 구다사이 모 스기타 고토 데스카라 모시와케 아리마센 데시다 다이조부 타다 아르 고토 키미타치니 호고쿠시타이 团长，那你先好好休息啊！请进。蒋先生，我需要知道发生了什么。那个地方被日本人盯上了，岂止是盯上了？日本人还突袭了我们的观察点，差点把我们一网打尽。你认为？ 日本人是怎么发现我们的观察点的？什么意思？审我呢？在这件事情上，我们认为谢春轩的嫌疑很大。谢春轩和内藤忍到底是什么关系？朋友关系呗。
内藤君、味はどうだ？美味しいです。好意に感謝いたします。これからさらに慎重にし、わきまえます。両団長、まだ未処理の件があります。失礼します。よし。来たら安心しろ。力む必要はない。内藤はできる男だ。旅団長、少し分かりませんが。フグはうまいが、命を脅かす。来たのは内藤に警告しているんだ。謝先生との関係に気をつけろとな。謝君、私は内藤だけに言ってるんではない。俺は君にも言っている。勝ちたいのはわかるが、でも特化校のリーダーとして今回君の過ちについて大変失望した。これから33部隊にかかる行動を事前に報告しなさい。はい。柳正君、正好有个事情要问你一下。说。上次你和织田军侦察江州城的时候，香炉兔子不是被弄丢了吗？织田军后来口述了侦查的内容，可是我还有一点不明白，从江州城出来到底南门和北门哪一条离公路更近？应该是南门，不过那边有块山路不好开车。清楚了，织田军总是把南北东西之类的字眼搞混，谢谢。啊。二爷，想吃点什么呀？哎，小二，你们这儿什么菜拿手啊？报给两位爷听听。嗯，醋溜白菜、地三鲜、素炒扁豆丝、青椒面筋炖豆腐、红烧小萝卜。停！我怎么听就这么素呢？能不能弄点荤的？来，荤的有啊，这不是怕扰了你的亲戚吗？嗯，荤的来了，爷您听着，红丸子、白丸子、三鲜丸子、四喜丸子、红肘子、白肘子、水煮肘子、蜜。行，你就别耍那嘴皮子了，你就记住。我要点三个菜，第一个呢就是红烧肉，第二个是炖牛腩，第三个记好了啊，香焖鱼抹猪蹄。好嘞，爷，那您呢？哎，行，就这样，再弄两个凉菜。好嘞。哎，等会儿，顺便再给我上两壶好酒。好嘞，红烧肉、炖牛腩、香焖鱼抹猪蹄，好酒好酒。哎呀，老娘。嗯。哎呀。你说咱们这么吃，是不是太破了呀？小田啊，我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，这顿我请。这好吗？哎呀，这特别好，特别合适啊！再说了，我们给日本人卖命，天天训练的时候，你看我们吃的什么，肠子都回绿了，是不是？所以这出来得好好补一补。老娘，要不人都说您酒肉穿肠过，佛祖心中留。哎呀，你别说这个，都是兄弟。哎，老娘啊，我去解个手啊。啊，去解个手。啊，解个手。哎，那你顺便吹吹菜。吹吹菜。好，少爷大人，有下情吗？说，最近一定有大情。说，我这还不能确定。你这不是废话吗？不是，这日本人这嘴特严，什么都不跟你说。就这，我还是七推八算给算出来的。是不是真的话？我对天发誓，绝对有事儿。行，那我回去跟秋叶汇报一下啊。别，烟儿现在咋样？好，对，
你儿子也好，我现在就想见燕儿。现在不行，你那什么时候能见呀？我说了不算呀，九爷说了算，我就为跑腿的。好，回去跟九爷说，等我罗福田混出个样来，让他用八抬大轿把燕儿给我抬来。爷们儿。 待那个地方，说错一句话，做错一件事，就真傻呀！<笑>那得看谁混，我罗爷是什么眼力劲儿，把别人的脑袋砍光了，他也轮不到我头上啊！啊，罗爷，不愧九龙山的花舌子。不敢当，好嘞，走吧。哎呀，不是，我。 我就是想见燕儿啊！你不知道那燕儿对我有多好啊！燕儿，这……我回去跟九爷念叨念叨啊！不是，燕儿，好了，去哪儿啊，罗德？哎，老天，你怎么在这儿呢？啊，你不是去厨房吗？ Mr. Zhang， 哦，艾伦神父，是不是该换药了？是的，可是你不用急，我觉得你有更严重的病要治。什么？能告诉我，春轩是谁吗？您怎么知道的？你昏迷的时候一直在喊他的名字。 神父，上帝是什么人都能救赎吗？是的，所有人，无论他有什么罪恶，上帝最终都会原谅他。
可是有些事情，连我自己都不能原谅自己。我欺骗了一个女孩子，我利用她的善良，把她置于生死攸关的地步，而且我还一度找很多理由作为我的借口，我还觉得她应该为这件事情而牺牲。可是到后来，当她知道了事实真相以后，她还是义无反顾地帮助我。在他第二次救了我的性命以后，我才发现，我怎么这么自私啊！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还会做同样的事情吗？我不知道，我是个军人。哦，你找不到方向了，我的孩子。那就让主来告诉你吧。洪明成呢？他怎么没跟你在一起？他呀，在厨房刷碗呢。杨老板，后边坐着舒服吧？这当老板就是不一样啊！哎，下回给我弄套西装。哎，不行，你穿西装不合适。哎呀，要点什么？来，上面这全来一套。看看，
哎呦，东西不少呢。提着吧。提着，提着。等我到里边拿吧。好嘞。哎，老板，我进去拿吧，你歇着。得了吧。哎，我进去拿吧，胳膊还缠着呢。我又不像金爷那么欺负人。你看。哎，谢谢老板。稍等，稍等。哎呀，哎呀，哎，老板，哎，别忘了牙粉啊！哎，好好好，啊。广和楼的红豆糕，你买的什么呀？你拿这东西来糊弄我？可是广和楼的红豆糕真的卖完了。放屁！这肯定是路上摊完，不知道跑哪儿去了吧？啊！你也敢犟嘴？你要不要脸啊？你要不要脸？哎，你干嘛啊你？都是爹妈生父母养，你别太过分了你。胡茵茵，你吃豹子胆了吧你？什么时候轮到你管闲事儿了？你看我不撕烂你的嘴！哎！什么呀！你多管闲事！哎，干嘛呢你？滚！走，你消消气儿啊！坏了嗓子可不好。你看看你个找的什么人，一个不懂事儿就罢了，个个都不懂事儿啊！烦死了！小子他不懂事儿，你大量有大量嘛，是吧？打个屁！你脑子进水了？我说的是胡茵茵，早就看出来他是个小贱货，眼睛里带钩子，今天居然敢拉拢我的人。我把话撂这了啊！今天不让这两个小贱货滚蛋，我就不上台。这样吧，王姐，给我点时间，我一定解决啊！一定解决！去去去！少给我来这套啊！我让他们马上滚蛋！你太过分了吧！你可是给我签了合同的。合同？你跟我谈合同呢？我告诉你，今天我还就不唱了。还有啊，从明天起，我的化妆间要重新装修一下，要金碧辉煌的效果，还要加个卫生间。天天跟这些下人挤在一起，臭死了。还有，从明天起不要派什么黄包车来接我，我要坐汽车。破黄包车又慢又颠的，弄得我腰都快疼死。张翠红，要不是念在同乡的份上，谁会请你唱歌？你疯了是吧？快！哎，把他给我叫出来！
阿俊，孟迪呢？为什么不出来？啊？哎，还不出来，我就毙了你！啊？哎，对，我现在就去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先混过今晚再说吧，啊！弹钢琴也行。嗯。出来！